你们谁接到这个诈骗电话的？我接到。你接到啊？当时他怎么跟你讲？他说我女儿在打给我，说他被人家逮住，他帮一个朋友去买东西，买什么东西？买三公斤的 K 他命，三公斤的 K 他命。结果他们下来以后，哦，就说你女儿疑似涉入毒品贩卖，然后需要这个钱去救她，就对了。不是，他跟一个朋友哈、买哦三公斤的那个 K 币，结果他上去拿东西给他以后，他下来就跟他跟我女儿这样，他一直说跟我女儿这样子在那边的呼噜对话，结果他人跑掉，结果他找我女儿算账。啊，你怎么发现？你怎么发现是诈骗的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。我在想，我今天、我就是聪明一次哦，被他哦，我以前有看到诈骗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说那个人讲那边哭，我女儿怀孕。你领出来是不是？领出来。哦。我领出来的，南家借可以吗？我领出来，我的钱都领出来。他有指示你要汇哪个账户吗？有吗？没有，他叫我账面拿给他。那、你们有记号码吗？没有。好，按出来看。不然你帮我按出来，帮我把它记录一下。这个线路拔掉按得出来吗？只要你一插下去，他就又打来了呢。没关系，你插下去，我们帮你处理。他电话都不给我们挂。没关系，我在这里，我帮你处理，你放心，我这在，你怕什么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人不就在这边吗？